这世上人人都有心结憾事，有些怎么都挣不开放不下，时间久了就会把人捆缚住，成了一个局。这就是龙。判官要做的就是除秽消业，清是非，教训龙主，送他干干净净的走。喂，谢问，你有办法进龙心吗？先说好，我也就会点简单把戏，出了差错不准赖到我头上。起。靠，附身在娃娃身上，这个镜子。别凑这么近吧，你这大眼睛水灵灵的，怪让人害怕。他妈，你自己进了镜子，却把我们塞娃娃里，这是人干的事儿。小鬼来了，跑！你为什么在我坏手里？你狼狈出逃的时候捞的。放屁，我捞你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，还挺讲义气。滚。没大没小。喂，两个，你真是谢问？我是，所以我很好奇，你呢？那我就是假的吧？真的在哪儿？你能认出来？能认。怎么认？我尝一下。坚持大跑，希望是沉不到。因为我在抓人，我以前领过一个，小孩回来，他比较馋这些。饿了为什么要忍着？谁教你的？在笼里一个人往空房子里钻。使者，所以祭祟也。以后你就叫文师。我的手很脏。不走。那只鸟，我只是想摸一下，它就瞪着眼睛死了。那是太多人对这个世间的悲喜爱恨留恋与不舍，是尘缘，暂时住在你这里。会害人吗？这么点大的人，不先记挂一下自己吗？哦，你乖一点就不会。安心住着吧，名字都是我取的，谁敢不要你？又不叫人，臣不到。没大没小。太多，
师父已经承受不住了。师弟，再不出来，你也会被反噬的。为什么用洗灵阵骗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尘缘刮不干净？我身上那些是我自己该担的，跟你根本没有关系，为什么要接过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毕竟是我养大的。出去吧，这阵法停不下来。不，我能让他停下来。陈不到，你把心松开。我能。不行，你松开。陈不到。猫耳 FM 出品，晋江文学城穆苏里原著 Listen 有声录制，玉苍红独家制作广播剧判官。哎呦，这位长得可真俊呐、啊！哎，谢先生，是你同事还是朋友啊？是家眷。